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做美食节目话不用这么多，观众看你吃东西的感觉就知道这东西到底好不好吃。又滑蛋了，不会做菜吗你？帮我压着它，好，我吧，很简单，压着它，很简单，很简单，然后把粉扑上去，哎，快扑，速度，快点，扑好，扑好，扑好之后，等一下要包起来，对对对，就是这样子，哎，你们很有默契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然后你要抓得到你的皮啊，你的皮看不到了，皮看不到了，皮看不到了，皮看不到，皮看不到人，等一下，还没新一层，别急，一层就好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帮你整理啊，好 ，OK。慢慢来哈，慢慢来，一层，对，然后把上面的多余的粉把它剥掉，多余的粉剥掉，然后再把它往前去，对，没错，就是这样子，开始，压，对，压着，然后滑过来，压着滑，你断掉了你，压着滑，对。好，再滑，对，没事，来，继续。哦，这个很好，像打麻将一样。对，要倒牌不来了，再滑回去。对，滑过来，自摸。好，等一下啊。糊了。等一下啊，开始切吗？对，等一下啊。传奇的刀子，切的时候不要切到手，小心一点，慢慢切就好，不用切断。来，开始吧，你就直接切下去没关系，把它切的有点像麻将的大小就可以。这样的大小，往前滑，又滑蛋了，滑，前滑，不会做菜吗你？开始，好棒，天哪，哇，仙女就是厉害哦，什么都可以哇，看这个切，哇，利落的刀法，哇。很棒，人生啊，超爽！吃着我最爱的西餐，配上没有负担的甜点。对不起，我真的不知道喝酒会让他对自己有这么大的误解。但这就有点像轻乳酪的那种感觉。我认真觉得，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做美食节目话不用这么多，观众看你吃东西的感觉就知道这东西到底好不好吃。你看日本人。他们做美食节目很少话这么多，他们都这样。不是呢，就这样。很享受哦。你绝对想不到，我们居然在金门吃着意式料理、西式料理，然后吃这个甜点，你会以为你真的人在，比如说国外啊、巴厘岛啊，有没有西班牙的葡萄园里头啊，享受这所有餐点，怎么样？真的是，我如果在西班牙或是葡萄牙，那我来跟我一起来。怎样？对不起，你坐下，我刚打断你的情绪。对不起。如果是出外景，我可以；但如果我自己掏钱，然后再跟你，那我就是。对。能不要这样折磨我吗？好，对不起。